来，永恒替往这片云海，命一开心澎湃，眼中的无声血脉冲刷痴眉的灰白，生死外我主宰，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虽然经常吵吵闹闹，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真的跟他分开。是我脾气太烂了，他真的受不了了吗？或许他也有苦衷的，或许他不想再让你哭了。就因为不想再让我哭，所以要跟我分手？我不懂。我以前也有个女朋友，我也经常因为假期少，工作忙，没时间陪她，没时间带她旅游，见她父母，见她朋友。她也会像你一样，经常跟我哭，跟我闹。后来实在没办法，我跟她说了分手。因为我不希望他总是一个人，有时候还要为我担惊受怕。他不应该为我受那些委屈。可是如果他愿意呢？我不愿意。那后来呢？你俩怎么样了？他结婚了，前一阵子刚生了二胎，是个女孩。你后悔吗？说不上后不后悔。她本来就应该有老公疼，有孩子闹，那才是她该有的生活。对了，明天我的话剧首演，你要来看？不准放我的鸽子，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放我的鸽子。好。像行尸走肉般的活着，
挺贱的话剧演得真不错，舞台功底真好。这才是有实力的演员。可不是嘛，我刚刚都要看哭了。恭喜啊，恭喜！谢谢，谢谢大家。永倩，这次的演出观众反响很好，请问你自己怎么看呢？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这也是我第一次参演话剧，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永倩，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放弃知名导演的商业大片邀请来参加这次话剧演出呢？您跟我们谈谈。对呀、啊，您跟我们说两句吧。对呀、啊，您说一下吧。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沉淀下来，但外界传言说是你受了情伤，听说是被分手。对啊，听说你最近暴瘦也是因为分手原因，对吗？对啊，您说一下是、啊、是不是这样、啊、是之前你宣布要公布婚讯的那个人吗？听说是绿床分配。大家让一下，哎，让一下好吧。大家给他留点空间。这次我们只回答关于这次演出的问题。我呢是永倩小姐的助理，请大家配合一下我们，注意一下秩序，好吧？谢谢。一个一个来，好吧？给他一点空间。好，谢谢，谢谢大家。演出结束了，是，我又错过了，很遗憾。演出精彩吗？非常精彩。是倩倩请你来的，不行吗？刚才谢谢你啊，替她解围。不用，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为什么要分手？你之前调查过我的案子，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保护他。那干嘛还来？我不放心他。有我在，你大可放心。我知道。真知道？不怕后悔？一旦做了一个决定，就要去承受这个决定带来的任何后果。我知道，单方面的说分手的确非常自私，但是比起他受到伤害，我宁愿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继续趾高气扬的没心没肺的做他的女明星，继续耀武扬威的炫耀自己的新电影，挺好的。你觉得他还能继续没心没肺下去吗？能啊，他可是娱乐圈里著名的霸王龙，是我倒了八辈子霉才摊上了魏永倩。你送过他一破恐龙吧？上次排练的时候被人当垃圾扔了，他直接冲出剧院，飙车闯红灯，跑到垃圾场去翻。纵然残山上水，摇摇欲坠，忽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在这个皇宫里，除了您和父皇，就只有他对我最好。如今女儿想得很明白，谈什么荣华富贵，说什么丰功伟绩，女儿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携手度过一生，就不后成全。不，就是喜欢这样的你，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小浩浩，我有选择困难症，你说我是穿这双好呢还是这双啊？雷浩，我今天就给你下最后通牒，2个月之内我必须要结婚。
我才不管新郎是谁，我都不在乎。雷浩，我爱你，我想嫁给你，成为你的妻子，然后和你一起携手到老。我们分手吧。我说过了，在我眼里你永远都不可能是第一名，不明白？再说一遍，我不在乎。我在乎。是不会有痛，让终于感流，为了爱守候。我早就和你说了吧，你错过了最好看最精彩的部分。倩倩，对不起，是我错了，对不起。今天演出很成功啊，祝贺你。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演的。对对对，不过中间有一段我出去接电话了，没看到，特别可惜。这还不简单，说哪一段？我专门为你定制一场私人表演。就是那段男主走后女主思念他的那段独白。没问题，等着。记得那个时候你带我去看日出，在我耳边说话，那里真的好安静，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你和我。你走了之后，我自己又去看了好多次，但都没有你带我去看过的那种感觉了，真奇怪。你现在长什么样子我都快记不起来了，但为什么还会记得爱你呢？爱你会是我有生之年都无法治愈的顽疾吗？还不回来？倩倩，干嘛？忽然出现在这吓人好玩是吗？看时间没有，12点了，大半夜的，一个女孩很危险的，知不知道？奇怪了，我们都已经分手了，我愿意干嘛，愿意什么时候回家，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我安不安全什么的，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这就是我该操心的事情。雷浩，
你知道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不安全的。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你时而把我宠上天，时而又把我摔在地上。我的一颗心已经被你伤得千疮百孔，但无论什么时候我还是会听你的。你说我们俩应该分手，那好，你也管不着我了，你走吧。永倩，我是因为……因为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希望我没有连累到你。你没事就好，我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你到底来干嘛？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没有你的生活，可你现在又来打扰我。雷浩，你到底想怎样？我希望你幸福。你希望我幸福？雷浩，你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幸福吗？对不起，我们不合适。既然我们不合适，就拜托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也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好吗？对不起，以后不会了。搞定了，谢谢亲爱的，还是老同事靠谱，我一会儿就把钱汇到你账户上，辛苦了。对你我放心得很，不着急，方便的时候打给我就行。一个小时之内，放心吧啊。好，谢谢。林燕，你来干嘛？就算我不是林烨，你也不必失落得这么明显吧。竞标结果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你还不回去，还在等林烨？和你无关，无可奉告。有关林烨的事情，我希望你知道，我说完就走。站得那么远，是害怕我？我现在就这么让你害怕吗？如果换作是你被最信任的人欺骗了，你还会再信任他吗？你们之间还会有任何安全感可言吗？童芳，我是你最信任的人，对不对？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你对我的伤害是永远无法恢复的。听你这么骂我，我心里反而有一丝丝的开心。我宁愿你恨我，也不愿让你无视我，因为恨
是你对我依旧有感情，但是无视才是真正的放下。你想太多了。童风，我一直想问你，如果骗你的人是林业呢？你知道吗？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去找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女人。为了这个女人，他差点杀掉狄云。所以你醒醒吧，童风。林燕最爱的人不是你，你只不过是他慰藉心灵的替身而已。谢谢你的好心，但又如何呢？我早就知道了这一切。林燕有权利去挽回他失去的所有东西，而这也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所以我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人提醒，倒是你。如果你再继续助纣为虐下去，警方一定会找到证据的。童风，你醒醒吧，林燕根本就不适合你，你不要再被他蒙蔽了。原来的你是那么的独立，那么的勇敢，那么的要强，而你现在却心甘情愿做一个替身。你所谓的人生原则呢？啊？该清醒的人是你，我不想再听你的任何挑拨了。我没有挑拨。林烨已经找到他心爱的女人了，他马上就会去他该去的地方，不会再回来了。不需要你提醒，我一定会等到林烨的，因为林烨从来都不会骗我。明晚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出现在酒会。不信你等着看吧。好，我拭目以待。你好，童小姐，你好，这是一位先生给您的礼物。先生，你知道怎么称呼吗？抱歉，不是很清楚。好，谢谢。不客气。童风，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希望你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期待明晚你能做我的舞伴，你的绝吻。这不是礼物，是赤裸裸的挑衅。雷浩，你怎么不去吃饭啊？林烨他有联系你吗？没有，我一直在找他，也找不到他。天网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也没有。本来公司还想复牌呢，现在看来如果复牌的话，股价可能跌得更低。我现在只好召开会议，看还能不能有什么方法解决。如果没办法，就只能继续停牌，躲过风头再说吧。雷浩，公司对外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控制住局面。但是天网的事情对林烨有多重要，你我都清楚。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林烨啊。你主外，我主内，你放心，我们现在也只能相信林烨了，他不会怪我们的。只是现在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旦森泰的系统启动，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将他拦截。不行，雷浩，你这样做责任太大了。
你摧毁天网系统，你就等于毁了自己下半辈子，你难道想在牢里度过呀？欧林，林燕是你的一切，也是我的一切。在我拒绝了永倩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所以为了林燕，我可以不顾一切。永倩是我的挚爱，而林燕，她是我的信仰。雷浩，帮我，为了林业，也为了我们自己，好吗？我答应你，我一定帮你，我陪着你走到最后。我为了林业，也可以放弃一切的。加油！加油！怎么回事？酒会就要开始了，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去找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女人。为了这个女人，他差点杀掉狄远。难道觉恩说的是真的吗？明夜，你一定要回来，我在这等着你呢。不要再爽约了，好吗？是你吗？怎么不能是我？这是你离开后的第103天。我以为你已经回到自己的故乡，再也不回来了。离开后的第103天，我每天都会去我们曾经住过的别墅看看，想着你会不会就突然出现了，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而且，我每天都会去你的公司，期待着能再次偶遇，再给你做一次专访。可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等了一天又一天，却始终等不到你。我既期待着你再次出现，又希望你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离开你。林夜，我好想你。我知道，我答应你，不会再离开了。冲锋！
在等我。我已经失去你太多次了，这一次我不能再丢下你。很好，幸好激战就要完工了。我会利用这个激战控制更多的人，到时候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我要把地球的能量全部转移到神域去，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阻止我了。没想到这次的竞标生态居然是个大赢家呀。我还一直以为会绿创呢。绿创的林总今天应该不会来。今天怀表林总，林总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对对对对，您太客气了。希望这次合作只是开始，将来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合作。一定一定。来，两位老总一起干一杯。哟，那位姑娘好漂亮。谁呀？哦，是绿创生态集团的童峰，童小姐。这位是我们老总。你好。你好。童峰，你今天好美。今天来这儿是改变心意了？我是来归还你遗落的东西。李总，这位姑娘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你放心好了，华强通讯跟森泰之间的交易绝对不会让外人知道。那就最好不过了啊。来。来。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强集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今天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是因为天网才能把大家聚集在一块儿，我们希望大家能一同来感受天网的魅力，也一同来享受天网带给大家的果实。天网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在未来的三个月之内，你们在场的每一位全体的业界同仁都将是天网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好马配好鞍，一个优秀的项目更需要优秀的团队来运营。接下来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我们接下来有请来自森泰集团的 CEO 李觉文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好，请。大家晚上好，首先非常感恩能够跟华强通讯集团合作此次的天网通讯项目，也非常感谢华强通讯对森泰集团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森泰集团在未来的三个月之内将建成天网系统，而天网系统将启用全新的尖端技术，超一流的科技将信号覆盖整个地球。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怪不得绿创会被比下去呢。看来我们公司还得再往前追赶啊。是啊，是现在的可以放了。日新月异，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历史。王总您看，森泰公司的这些规划确实很完善。哎，那是什么呀？什么情况？人呢？赶紧停止布放！岂有此理！太过分了！这是乱来啊！这么大金门，招风不对啊！各位，我是绿创生态集团的代表，在场的各位都是同行，你们跟我一样，遭遇了一次极不公平的待遇。这场签约是彻头彻尾的不法交易，我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给我们一个解释！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对呀、啊。这么大一个公司，这么大公司，这么大公司，这么大公司，大家冷静一下，不要相信这些，这些都是一个误会。大家冷静一下，不要相信他的话。童峰，你疯了吗？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会毁了你跟我的。你为了林业这么做值得吗？今天华强通讯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是不会离开的。你真是疯了！给我过来！你放手！住手！色是什么？是透明的。时间味道是什么？复杂的。你的目光闪烁着清澈的。我们停在此刻。星空颜色是什么？是彩色的。星空尽头是什么？是空的。你心里藏着什么？告诉我。我的世界藏着你。命运让我们在一起，追寻几世未找到你，在满天星光下的深海里，田野里，要紧紧地拥抱着，我带着你，你跟着我。世界尽头。